将文女 vs 风骚五姑娘上演金枝怨气啊！花靓靓啊，黑靓靓，明明两个都是文女嚟噶嘛，点解会争咁远嘅？好地地嘅一个样，点解喺所有大型嘅宣传活动上都改成咁嘅丑样，向 TV 投诉啦？但冇人理，照用，见一次伤心一次啊！伤心都冇用啦、啊、有传 TVB 为咗捧阿五姑娘上位，刻意打压你啊！之前咧你都已经话咗冇人揾你宣传噶啦嘛，依家连宣传海报都系太悭钱，揾冇出片嘅人做，定系我真系得罪咗人呢？嗱，又咪咁灰住，你都有知音噶。前晚你条微博一出啫嘛，即刻有人声援啦。因为呢个世代认真对待事情嘅人多，当你对佢哋有要求，佢哋就觉得你烦。乐观去睇，少咗啲竞争对手啊。咁又前晚五姑娘又同老公过大海睇歌舞剧、哦，都好风骚下添。又讲起啊，之前同网友喺微博开拖。不是咁憤氣咯，即係因為我唔係受女，但係我亦都唔係話抵受唔住，即係做食得鹹唔抵得渴。但係你咁樣攻擊人係唔啱噶嘛？作為藝人，我應該保護我自己係一個藝人，即係唔係亂咁由得你鬧噶嘛？真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！戲女戲外都咁大怨氣啦嚇。